啊你？傻？你又唔系我，你明咩？我唔明，但你跳咗落去可以解决到问题咩？对上一次，我攞唔到三次默书，连续100分，我足足跪咗去厕所3个钟啦。我唔知今次会系啲咩，你唔知我爸爸妈妈系啲咩人，你唔会知噶。如果你想死，系因为其他嘢嘅话，我冇嘢好讲。但如果你为了学业问题而去自杀的话，我会耻笑你。你知不知道现在一个大学毕业生出来赚多少钱？比隔你晚三蚊你呢，我中午毕业出来洗碗啊，都赚多过你啦。到时啊，还有10多万关窿有排你还啊。你可能会说洗碗没前途，那难道读读书就有吗？话你读唔读到书都冇前途，应该我哋花啲时间嚟读书，唔拎啲时间嚟玩啊！所以我哋见到啲好努力读书嘅人，我哋唔应该同佢哋斗勤力，我哋应该指住佢哋嘅头嚟笑，因为佢哋浪费紧自己嘅生命啊！你黐线噶，你自己唔读就好啦，你凭咩叫人唔好读啊？咁样你觉唔觉得你自己好自私啊？咁你觉得读书有前途咩？香港地读唔读到书都系冇前途，但系我哋始终会大个，会出嚟社会做嘢。咁你有咩高见啊？香港嘅有钱佬10个有9个都系靠炒卖发达，想发达就应该早啲学识投机炒卖。正所谓你唔揾竞争，竞争都要揾你。呢批 BS 卡系我喺出边低价买入，再喺淘宝入埋呢堆仿真到 AA 加嘅假卡，再捞埋啲真卡混水摸鱼，然后靠1至5年班嗰班僆仔帮学校散货，高价卖出，我每个月至少可以赚200蚊，200蚊，再用呢200蚊嚟请个南亚人排 iPhone。一买一卖，转个手又赚到2000蚊啊！用呢个钱搵钱嘅概念，我估计我中学毕业之后已经够俾首期啦。咁辛苦左计右计，先够钱俾个首期。你有冇谂过，就算你够钱俾首期，供完层楼，你都50岁啦，你做人仲有咩意义啊？我个人呢就比较实际嘅，现阶段我会扮住乖仔先，同时提升爹哋妈咪嘅避孕意识。吓，你唔明啊？如果你多咗细佬妹，换个一份啊都要分2份啦。咁食咧，粮食呢？不过最重要嘅系，第时小个人同你分家产。分家产要等几多年噶？2015年，世界卫生组织发表报告，将香肠、火腿、烟肉列为1级致癌物，长期食用罹患大肠癌嘅风险会增加18%。牛油经过高温加热，会产生环状芳香族碳氢化合物，从而加强突变物质嘅致癌作用，引起肺癌。最近世卫亦都指出，经常饮用65度至70度的热饮，患食道癌的风险会比较高。一个人的寿命其实和饮食习惯很有关，习惯不好就很快死的了。里面写了一些关于慢性死亡的资料，你们慢慢参考一下。爸爸妈妈不在这里，我就不想学曲棍球、芭蕾舞、西班牙文和非洲鼓。你哋知唔知道非洲鼓系乜嘢啊？唔知唔紧要，正常嘅。唔好话你哋啊，有好多非洲嘅小朋友都未见过啊。有好多人死咗都唔知非洲鼓系乜嘢啊？点解要学埋啲咁冇用嘅嘢啊 ？Michael，
你放咗学啊，做乜唔喺大堂等我哋啊？等我同爸爸周围咁揾你啊！大王唔够听你哋啊，记得啊，叫佢哋买多份人寿保险啊，赔好多噶。对唔住啊，妈咪，头先同啲同学仔倾功课倾耐咗啊。傻猪，下次唔好啦，你肚唔肚饿啊？好啦，我想吃 all day breakfast 啊！又 all day breakfast， 你呢个礼拜食咗五日咯喎！系啊，嗰度啲香肠同埋烟肉好味啊嘛。嗯，咁好啦，见你今次默书连续三次100分，奖励下你啦！好耶！